掉了，成功安然撤退。草丛里面想要回家的哲哲走的掉吗？恐怖礼炮出手并没有命中，反而是侧边战场，哇，铁铁这边找到了，这边是 12K 拿到了受杀，给视野。然后乱躺转，哇，这边星夜直接被转了一套血量，最后是被娃娃给带走，哇，伦伦这个进场。